有 vanilla 的，它就是 real cream 不甜的，和那个 butter cream 比较甜。对呀、啊，你试一下，好吃先不吃掉。我们做这个蛋糕还专门去跟人家打招呼的，开小灶的。他开了很远去拿了，是吗？就蛋糕很好，是吗？李永同学。嗯，那下回去他那地方买，在米皮特斯。对啊，米皮特斯那地方。没人吃了吧？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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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刚才去买，好吃啊！我刚刚去拿的，我们上周订的，好吃的啊！哦，你还跑到哪去？啊，牛皮特斯。上回不是我们拿了一些那个小饼吗？也是，那也很好吃，也是这里的啊。我刚好我不会点，可能就是开小灶就给你多放两杯，因为人家还没多放，多点蛋糕，多点奶油，少点。那每个人不一样嘛，他是想你们好看，你们就奶油多点，对吧？中国店还是外国店？在美心里面有一个那个蛋糕店，他在那里包的炒鸡蛋，他是台湾人。姐，你干什么？快吃好了是吧？吃好了，宝贝。还要不要？还要不要？干什么了？还不来吃的吗？再吃点。他去看电视。看电视啊？我们看电视。这有这么这么形状？还要不要？不要不要。不要不要。不要不要。哇！Evelyn 这个嘴巴好好看哦， Evelyn 吃的好棒哦，全吃掉了，很棒。哎， Lisa 的蛋糕呢？ Melissa 加油。 Lisa 的呢？ Lisa 的在这里，挖走两块以后就不要了。你他也是只吃蛋糕不吃那个的。上星期吃阿姨做那蛋糕好像你也吃完了。对啊，掉了没关系，再拿一把。